们已经完成了这个手链的加九字真的部分了。那接下来我们要接扣句，那如果说你觉得它有一点点紧不太够的话，就是跟你的手围比起来就是长度不太够的话，像这个的话大概就是公分，好，大概12公分左右。那这个基本上呢大部分人都不够，所以我们会再加一些装饰的，用细圈做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延长链。好，那我们就先用这个小的 0.8×5 的细圈直接加在这个最外面的这个大环上面，同样位置再加一个，这两个平行圈的上面，小的平行圈的上面，我们要来加一组交叉圈。我们用1×7的环，第一个先勾住这两个小的细圈，那你也可以直接就是再加一个同样位置再加一个1×7的细圈，那就会变成是平行圈，平行的，就是没有任何的交叉，可以这样子做，就是小大小大这样子也可以。那我为了要让在大的地方有一点点的变化，所以我第二个大的环我要勾一样，就是还要再勾这个第一个环，第一个大的环把它套进来，那它就有交叉了，那这样就是交叉圈，好，交叉环，那这样有一点点重叠的效果，有一点点的变化。那接下来我要在这大的环上面再加两个平行圈，光是用这个大小圈的变化，就是两个都平行圈的话做出来的链条你也会觉得它有一点点的变化，而不是都一样。好，那像这样子的话，这样一组大概就延长了一公分左右，一公分左右。好，那像这样子的话，两侧的话就会多了两公分，所以就14公分，再加上扣距大概一公分，扣距也大概是一公分左右，一公分的宽度。好，那这样子也是一公分，所以你大概可以算一下你的手围，因为我们的这个主要的柱子的部分是12公分，那如果你加上这个做一组的话，两侧的话大概就是会加2公分，那就再加上扣距的，等于是总长会再加3公分，所以12+3就等于15。所以如果你的手围大于这个的话，你就继续做，就两个平行的小细圈后面我们又再加一个大的，就是小大小大这样子的意思。好，那接下来这个的话是大的环，因为我们刚才是小，那大的环我前面是做平行的交叉圈，对不起，是交叉圈。好，所以我这里我也要做交叉圈，因为这里前面的这一段大环是交叉圈，所以我这里先勾这两个小的平行圈，再勾这个大的平行大的这个环，把它变起来，然后再加一个小的细圈。好，那在这个小的细圈的你也可以就是直接加扣距的，那你也可以再继续编。好，这看个人的手围可以自己调整长度，那甚至就是说你说老师我刚好就是一个又不太够，好像有一点紧，那我可以就是说再把这两个加平行圈之后才再来加一个那个细圈去跟扣距做结合，加两个平行圈，
没有打破原则，对不对？啊，小、大、小、大、小，那我们这样才来接扣句，可以。这边接扣句的时候，要我先这样子说，这边接扣句的时候，我如果是先勾上，一定都是先勾这两个平行圈之后。我先把这个词扣扣上来，加上词扣之后，我再加一条辅助链，辅助链的第一端先把它套进来，最后一个环。所以我是先加词扣，再加辅助链。那这样子我们就完成了这个第一册的部分就完成了。好，那接下来做第二册的时候，以同样的做法来做，一样就是先加这个 0.5 乘以8的吸圈两个，加两个平行圈，两个是平行的，它没有交叉。那接下来是1乘7，比较大的，因为我们要做交叉圈，可是第一个它没有差异，它直接勾这两个平行圈。那第二个的时候就有差异哈，跟平行圈的差异就是平行圈我只要这样子把两个勾进来就好了，这样就平行，但是交叉圈我就还要再套，把第一个套进来，它就有勾到了，然后再把这个吸圈闭合起来，这样子这两个大的环它就有交叉，它有交叉，好，那跟这个不太一样，跟这两个平行的不太一样，好，那接下来又是再接小的两个平行圈。最后要接扣句的时候，我们一样先勾这两个平行圈，等于是先勾织带的部分，然后这里要有差异，因为刚才我们是先加磁扣再加辅助链，刚才是先加磁扣再加辅助链，那这个第二侧的时候要跟它颠倒，先加辅助链再加扣句，再把这个扣具加进来，这样它才会再重一次。这样就完成了我们的手链，像这个地方辅助链它才会都在同一侧，这样子好，不会说有一个朝上一个朝下的问题，这样子。这是稍微要注意一下的地方，那我们可以在这个辅助链的正中间，我们再拿一个吸圈，小的就可以了，勾这个中间的地方。
就取中间处，好，大概就好，勾其中的一个环，然后再把这个小花的配件加进来。把细圈密合，这样子我们就完成了我们的手链。好，那因为这个佩戴的时候它会垂下来，这样子它会垂下来，好，就有一点点小小的装饰。那这个手链我们还可以把它变化成项链，我们可以把这个磁扣换掉，不要加磁扣，然后这里改成接金属链，这样子它就变成一个项链，也可以做这样子的变化。然后就是我们项链的那个垂挂的部分，然后上面直接接金属链就可以了，这样子的话就是变成一个项链这样子。像这样如果要把它改成是项链的话，我们可以这样子做，先把这个磁扣的地方这个细圈打开来，磁扣拿出来，加上金属链，另外一侧也一样，把这个细圈打开来，再把磁扣退出来，加上金属链另一端，那这样子就变成项链了。那这个地方如果说不好穿戴的话，你可以把它剪开来，再把这个磁扣加在这个地方也可以，好，就是这样比较容易穿戴，不会觉得头卡卡紧紧的这样子哈。这个就是我们介绍的九字针的一个手链，它也可以就是改成是项链，那你也可以就是说双用。那如果你要双用的话怎么办？你要有两组的磁扣，这个地方就是变成这里，刚才这样子磁扣的话，像这样子，这是磁扣。那项链的上面的地方也是一样，就是再一组这个磁扣，然后上面才接那个项链。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双用，你可以做成手链，也可以做成项链使用，只要多一组这个扣具就可以了。